叫 J， 怎么在微博 Party Party 咯，晚上 Party 跟我去，哼，我看你跟我去，你才没搞头的孩子。 OK， 时间地点呢？老地方老规矩，10点见。10点，你个猪头，会不会太早啊？不然要几点嘛？10点10分。好啊，不见不散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感谢老天的保佑，创造出周末诱惑，感觉上像是没有出去玩过，扬起着嘴角，皱着眉头，下巴跟着抬高，仿佛是提醒着我千万不能出门太早。我的穿着通常从衣服开始挑，同时跟鞋子颜色也要搭档，面面俱到，个人的品味简单中带点骄傲，重点是站在旁边的让他们立刻失焦。到了舞池，美女不少，几个身材姣好，有的看脸就知道吃得太饱，低调的靠近，温柔的问你电话几号，哪那么巧，三个尿急，两个在找钱包，没有人受得了我的技能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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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的气氛我可不能错过，漆黑色的皮衣搭配镜子里帅气的我，看着我，盯着我，瞪着我，瞄着我，性感的我，眼睛怎么那么多，嫉妒怎么那么多，嘴唇上的香面泡沫，身体释放的节奏，哪个异性轻易让我从他身边经过，踏入舞池中，我想大家都在看我，但好像仿佛做了一场非常大的噩梦，男生女生走过根本就懒得鸟我，面对我的魅力他们居然不为所动，突然有人说我真的不错，兴奋回头他说要不要让我咬一口，没有人受得了我我的镜头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我们就隔离风骚，你是咖喱而我是辣椒。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哦，搞什么？今天怎么这么有搞头啊？对呀，你看女孩子一看到你，个个都跑走了耶。看到我八成就是看到了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应该是因为你有口臭吧。切，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。啊，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，想吃口肉粽。哎，你这人身攻击哦。哎呦，不错，肉粽还听得懂哦。What you say? Hey, what you gonna do? Take it outside. Outside, let's do this. Yeah, 绕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，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。罪魁祸首？我想你不是在说我，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，脸不长肉。你裤子太大，胡子不刮，胸毛又多，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。潘玮柏，你身材到底懂不懂？男子汉的气魄，多毛才够。花了3200，剃了一个大光头，到底为什么？原来是为了盖住你的鬼剃头。金刚腿，你别害羞，撩出你的裤管亮出来，大家肯定会笑到下巴脱臼。没有人受得了我的镜头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我们就隔离风骚，你是咖喱而我是辣椒。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没有人受得了我的镜头，谁敢过来开玩笑？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要要要不要要不要？我们就隔离风骚。Yeah.